家境这种回情啊，大明家境言之回情，家境就喜欢搞这种仙风道骨的这种葫芦，上圆下方，看看呢，这种紫药水一样，吃的回情药就是这种样子。这个家伙是八卦仙鹤，整天想长生不老。你看这个紫不紫？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葫芦品。小的多姿啊，这些都是买不起的。